夜长道当中，我是感觉讲哦，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年纪了吼，年轻都很辛苦嘛，啊，到年纪大了，不会，大家身体方面呐，还是脑力方面都有比较退化。啊，如果来在长照的话，我们可以动筋骨吼，啊，够活动那里脑力。啊，咱筋骨若无咧动，那里愈来愈硬。而且人讲要活就要动嘛，所以你还是要动，嘛，迈过还退下过还减掉嘛。啊，我嘛就感恩讲吼，我们这把年纪还可以来服务老菩萨。我嘛是算长照的一个年龄啊，但是我感觉人帮助人。比被人家帮助更好，啊，在利他的同时，也成就我自己。上人说哈，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，所以在行善方面，我也是把握因缘。实际是一个大块的福田，我在做的当中，就是要播种下清净的种子，让心里的荒田变成良田。啊，跟上人哦，在这个菩萨道上。广种福田，手筋动下来较好，筋骨来较好，较灵。那婆婆跟我们住在一起将近30年了，她虽然有3个兄弟，但是我们都没有再轮。她住在我们这边是蛮习惯的。温师兄跟温儿媳妇他们都会帮忙啊，来成就我。我嘛是很感恩，我有这份的好姻缘，都可以这样子没有顾虑，没有担忧。我最蛮喜欢福报。